Hello，Hello，hello, 2022年9月啦，咁今个月咪咪猫咧会有好多好多新品，同埋一啲超级王牌产品嘅优惠。系啦，讲新品先啦，首先咧就有大家等咗好耐，断货多时，我当系新品咁样推出啦，就系 Synergy 嘅防晒矿物粉底啦，三只颜色，咁今个月咧就会做9折嘅，咁佢有 50%， 即系佢里边系粉啦，用呢个 brush 嚟上啦，咁佢里边咧其实有 50% 咧都系纯正嘅矿物。防晒成分啦，包括有40% 就系锌啦，同埋 iron 啦，咁就可以提供一个物理性嘅防晒保护。SPF 40 PA 4+系好犀利噶啦。咁咩人适合用呢？就系痘痘啦、油性啦、敏感皮肤啦、laser 之后啦，同埋想懒嘅人啦，即系一次过做到话又防晒又粉底，又可以遮瑕，同埋咧佢有个即系油焦散射嘅效果咧，系会令到啲毛孔啊、肌肤咧系睇落更加细致嘅。点样用呢？就即系开咗佢啦，咁佢又会有个销啦，你掹咗佢咧，跟住咧就倒少少粉出嚟，跟住又用呢、這个。Kabuki brush 咁样打圈上就得噶啦，咁啊，唉，好在佢翻咗，即系都系好紧要嘅，即系我觉得因为佢防晒度好高啦，亦都可以修正肤色啦，咁亦都即系全天然嘅一个产品啦，咁啊，所以。用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就一定會用 Ubersing 打翻底嘅，咁啊雙重防曬啦。咁如果呢個咧，你亦都可以帶出街或者點，跟住就有需要咧就補就當補防曬咁樣。啊，終於翻啊！咁我就係用 Ivory 或者 Light Beige 啦，即係可能夏天曬黑咗少少 Light Beige， 或者有陣時撈埋咁樣啦，即係呢中間 Ivory 側邊 Light Beige 咁都會嘅。好，咁跟住 Synergy 嘅 Purity Crystal 左旋維 C 水晶粉咧，而家轉咗 7g 啦，咁零售價就係480。而家做9折啦，咁就系高纯度嘅药品级嘅左旋维 C 粉末嚟嘅，高浓度啦，稳定性高啦，同埋每次用嗰阵时咧，你先将佢摆入一啲精华，譬如 Super Serum 啊、Hydrogel 啊、Lucidram 啊咁样激活嘅，咁就维他命 C 咁嘅做抗氧化啦，促进呢个骨胶原合成啦、抗老啦咁，亦都系任何肤质啦，就算做完 laser 咧都系适合使用嘅，因为其实你做完 laser 咧系你系想佢生多啲骨胶原。而維他命 C 咧就係、是、骨膠原嘅 building block， 一定要有嘅。咁亦都有強 clinical 啦，即係12星期咧，其實啲粗糙度直頭可以減少70%嘅，眼周肌膚嘅粗糙度都減少68%，跟住個表皮層嘅厚度會增加啦。跟住佢仲加咗一個叫 alpha 嘅硫辛酸，咁亦都係改善埋泛紅啊，都係粗糙度嘅問題啦。咁亦都維 C 啊本身亦都有美白嘅效果啦。咁亦都可以咧跟埋先。嗰個微針用啦，咁令到更加吸收啦。咁就同埋，因為佢左旋維 C 都係一個酸嚟噶啦，所以咧就唔好同啲鹼性精華，例如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B 精華一齊用啦。跟住雙嘅深嘅換光暖寶暖，都係啱啱開啫。咁一盒咧就咁樣開嘅，然後咧佢就會裏邊咧，死啦，未開曬添。佢裏邊咧再會有一個 pouch 啦，係令到個產品可以非常之保鮮啦。咁30粒咧，今個月會做88折啦。咁佢咧就再開埋俾你哋睇先，有一個特別嘅 Youth Rebuilder 嘅保濕抗氧化配方，就真係由內到外咧都可以保濕啦，其實亦都可以幫助去皺啦。嘅另外一個作用咧就係強韌頭髮同埋指甲喎。咁佢咧就係用咗大米萃取嘅專利嘅植物分子丁，咁咧就具有即係呢一嘢裏邊有35% 嘅成分咧，都係具保濕效果噶啦，可以增加皮膚屏障啦，同埋而家呢個咧一盒就30粒。即係話每日咧食一粒係已經足夠㗎啦，同埋記住唔係淨係塊面保濕，佢係幫你全身保濕，變得即係冇咁容易乾裂啊咁樣啦。適合咧18歲以上嘅成年男女啦。總之你想為肌膚注水啦，減少一啲即係衰老啊或者曬翻嚟嘅乾竭嘅問題咧，都可以食嘅。跟住都可以清除自由基啦，減少水分流失啦，減少皺紋啦。跟住佢仲加咗維他命 B7 啦，係促進指甲同埋頭髮健康啦。12星期之後咧，頭髮嘅生長咧會多啲嘅。咁啊，效果非常之明顯啦。係啦，有陣時有啲人啊，搽乜嘢都覺得哎呀唔夠啊唔夠，咁你就要內外夾攻咯。咁食法咧，每日一粒，晚餐後睡前服。咁如果想效果更加快，可能初開始食啦。就每日2粒，總之最多咧每日就4粒嘅啫。好，咁跟住咧就有 Serm 嘅
極致光感淡斑精華啦，會做八八折啦，再加即係裏邊係有六誒，再加咗六種嘅美白抗氧化嘅活性成分啦，亦都有兩種嘅維他命 C，一種係水溶性，一種係脂溶性嘅，再加強個亮白效果同埋穩定性。咁啊，主要針對色斑啦。皮膚唔穩啦，就算係曬後嘅損傷啊、痤瘡咧，其實都可以嘅，亦都同時都解決埋一啲衰老嘅問題啦。咩人適合用呢？都係激光治療之後啦，敏感肌都可以啦。咁佢係100% 純素，亦都冇精油，所以孕婦都可以用嘅。咁啊，clinical 都好強噶啦，即係抑制嗰個酪氨酸酶80% 啊，即係好多美白可能你都驚會敏感，咁唔使再令到你安心啲，加埋兩個舒敏嘅成分啦。咁亦都可以減少肌膚81% 泛紅嘅。點樣用呢？就冇啊，泵就係三漸滴啦。咁你就可以係用完奇蹟水之後啦。就搽喺面，跟住最後咧再搽一個防胎脂精華啦，都係霜或者你自己中意嘅面霜啦，或者防曬霜咁樣啦。咁記住熬勻佢先好搽，咁亦都避免眼周範圍嘅。好，咁跟住咧就係內外夾攻啦，又係霜嘅抗糖透光美白丸。系啦，咁啊单件800折，每3件85折嘅。咁咧，佢用咗一个叫做 Skin Illumination 嘅美白抗氧化配方啦。咁有其实佢有四个效果，一就系抗黑色素啦、抗糖化啦，即系黄啦、抗氧化啦，同埋抗光老化噶。咁17日已经会有效果啦，而12个礼拜咧，即系3个月咧，可以击退87% 嘅黑斑。咁同埋咧，都系啦，即系包装都系咁样啦。佢有个 pouch 啦，再有一个 blister 啦，咁就每日一粒咧就已经够噶啦。但系都系啦，如果你系想佢好快咁样见效咧，都系每日最多4粒嘅，就加咗樱花萃取。啦，一个叫中毛蘑菇啦、番茄啦，同埋橄榄萃取，咁呢啲都系一啲专利成分啦。尤其樱花萃取其实好少有，同埋好珍贵啦。咁就好多 clinical 噶啦，你可以慢慢睇。跟住其实佢嗰个番茄萃取咧，除咗美白之外咧，再有少少抗防晒嘅效果嘅，会提升皮肤咧对光嘅保护能力噶。系啊，咁咧你食得多咧，你就冇咁容易被晒伤或者被晒黑噶啦。咁咧佢就话每日一次咧餐后服啦，建议早上服嘅，系啦就可以发挥个，即系你早上你会接触多啲抗氧化物啊嘛。好，咁跟住咧有 Snow Fox 嘅 EGF 八细胞新生小魔球咧5粒啦，咁就会做9折嘅，咁一粒就系用一次嘅啫。咁其实咧佢系等于家用嘅医美级嘅疗程嚟噶啦，因为 EGF 咧，通常都要喺美容院嗰度做噶，咁但系咧就有一啲 product 都可以带翻屋企，但系佢就一 cream 咁样啦。咁原来 EGF 咧嘅活性咧系好影响佢嘅效果噶，咁亦都加咗一啲分子釘啦，加咗意大利嘅透明質酸啦，都係醫學級噶啦。咁就擺咗喺呢個波波裏邊。咁佢嘅 EGF 咧就係一種寡肽嚟嘅，所以亦都吸收得好快。呢一個咧係完全真空嘅，即係當你開佢嘅時候咧，其實先第一次接觸到空氣啦。咁咧都教一教大家點開，好簡單嘅啫。你喺呢度咧揾個箭嘴，係啦，咁咧就開咗佢。跟住咧，拍開少少，係啦，等呢嚿嘢落啦，跟住咧就即係左右掹，咁掹咗佢出嚟咧，千祈唔好掂佢，因為佢 metal 嚟㗎，佢會戒親你嘅手嘅。咁總之咧就抌咗佢啦，然後咧就開埋呢一個係啦，呢一個即係 cap 咁樣啦。咁點樣用咧？就擺喺手心，跟住咧就擠一啲精華落去，咁佢會慢慢溶解啦，跟住就搽翻喺面啦。咁你開咗蓋之後咧，就唔該你一日內咧，其實都唔該你即刻用晒佢啦，即係無謂拖啦呢啲嘢。係啦，咁佢要有活性咧，其實先真係做到效果，同埋佢要有啲其他成分咧係帶佢入皮膚噶。咁樣咩人適合用咧？就任何類型嘅皮膚啦。又系做完一啲 laser 啊，嗰啲热力嘅 treatment 啦，同埋成熟啊、初老肌啊、衰老咗嘅肌肤，同埋有凹凸洞、毛孔好劲、面部啊下垂啊，或者有痘痘疤痕啊、啲创伤啦，而佢可以令到你嘅皮肤唔同嘅尤其表皮细胞啦，系加强佢分裂啦，咁亦都有好强嘅 clinical 啦，其实30分钟已经会见效噶啦，皮肤嘅弹性会增加啦，咁跟住如果耐少少咧，就即系几个礼拜啦。啲泛紅啊、脱皮敏感啦，成個膚質咧都會有改善。
係啦，咁其實佢就唔算貴，因為你出邊咧做一啲醫美嘅療程咧，即係應該貴20倍左右啦。咁就同埋咧都建議跟翻 Snow Fox 嘅 serum，因為 Phoebe 佢試過同自己嗰啲 serum 嗰度混合啦，或者佢哋嘅 Herbal Youth Toner 啦，咁你唔同 serum 就唔同效果啦。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同 mix brand 啊，會唔會影響咗個活性啦？咁你就真係白。白買噶啦，咁咧如果你係中性皮膚咧，每晚用一次啦，可以。咁如果乾性皮膚咧，甚至可以用2次，即係開完一個搽完，再開一個再搽。咁如果係 laser 晒後或者過敏泛紅嗰陣時咧，就連續用3日都得嘅。咁而家咧就買呢個小魔球啦，5粒啦，再加一個True Luminosity，即係藍睡蓮滿亮精華30ml 咧，就一個 bundle 咁樣啦，就可以有85折噶啦。咁如果即系咩人会加蓝睡莲？就系、是、真系毛孔粗大，同埋你想亮白，因为蓝睡莲精华本身就系 for 修毛孔同埋美白嘅，系啦，就加摆喺尾啦。咁咧，亦都我哋design 咗一个体验装啦，就系、是、咧一盒嘅波啦，系啦，一盒嘅波啦，再加一个10ml 嘅，咦，摆咗喺边咧？10ml 嘅呢个系啦，cucumber 即系青瓜叶橙花嘅修复精华，咁咧再加一片嘅益生菌面膜嘅，即系清酒嗰个啦，咁就会做84折嘅。咁就如果你加 cucumber 呢一个 serum 咧，其实就系个保湿效果会啱啲啦，系啦，会劲啲啦。咁啊，跟住再敷呢、这个。系啦，咁咪一次用晒佢，咁就会深层保湿，同埋即刻有提拉嘅效果啦，亦都长期嚟讲就会有修复嘅效果。好，咁跟住咧就再有呢个嘅Snow Fox 环保足嘅洁肤卸妆棉，咁一盒有8片啦，会做9折啦。咁佢本身嗰个无漂染嘅足嘅纤维咧，仲有抗菌性嘅，同埋佢呢啲毛圈咧系做到好柔软啦，好耐用啦。咁你可以爱嚟卸妆啦，你可以朝头早洁面啦，或者配合toner 咁样用都得嘅。咁就适合一啲中意无添加啦，比较有环保意识啦。咁我而家都唔会用一啲一次性嘅嘢噶啦，其实。咁呢一个咧，你可以洗，你可以每次用完洗，或者有啲污糟咧，你掉落洗衣机洗，咁用到咁上下，你都觉得哇个质地唔同晒啦，咁你咪即系攞嚟抹下台啊，有阵时咧个星盘咧侧边咪好多水嘅，攞嚟抹下台咁样咯，咁系咯，大家识用噶啦呢啲，好简单嘅啫，但系如果你系摆入洗衣机咧，就可以摆入一啲细嘅网袋嗰度，同埋千祈唔好用漂白剂，同埋平时咧用完之后咧就总之快啲晾干佢啦，系咯，咁啊搞掂噶啦。咁理論上就係話可以放個機洗500次啦，咁不過我用到佢霉霉地，咁我就換啦，係啦，因為呢啲都 OK 嘅，好環保嘅，你可以愛嚟抹其他嘢。跟住花哥小姐要介紹都好鬼開心，咁咧佢有一個叫做有機無花果嘅絲滑乳液，我而家日日都用嘅，2個 size。俾大家睇下先，得啦。咁咧呢个就系50ml 装啦，两个都会做9折嘅。呢、这个50ml 装，呢、这个250ml 装。但系你哋买嗰个 version 咧，个泵会有啲唔同，容易泵啲嘅。系呢、这个泵咧就比较要泵多几下。咁咧，哇，法国南部嘅无花果呢、这个可以搽身啦，呢、这个摆手袋啦，搽手啦，亦都50ml 可以去旅行啦。哇，我咧真系好鬼中意无花果嘅，唔知点解，即系我觉得咧，好清香啊！即系佢，哇，佢就味真系好正啦。同埋咧，我又接俾大家睇啦。佢咧，你有时睇 cream 咧，你要睇下佢嘅质地。佢咧呢个黐到出嚟咧，系唔拧噶，即系冇乜油分嘅。咁你就知道佢其实好 matte 啦，唔会黐啦，同埋冇油腻感啦。咁佢个触感咧系好似牛奶咁样，即系好滑好轻嘅。跟住咧，哇，一搽咧。哇，救命啊！然后瞬间渗透，亦都唔会黏喺啲衣物上边啦。咁任何皮肤，哎呀，好滑啊，真系好滑啊！任何皮肤啦，干性啦、成熟啊，任何肤质咧，其实都可以用噶。咁啊，全日长效滋润啦，亦都有深层啦。咁咧，佢呢个就唔系来自 King's Garden 嘅，因为 King's Garden 太北啦，凡尔赛宫。咁佢系南部嘅有机无花果萃取啦。咁亦都咧，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嘅，佢有个成分。咁咧就哇，抗氧化啦，加强保湿力啦，延缓衰老啦，亦都增生不胶原啦，令到肌肤又饱满有弹性啦，咁样。系啦，佢仲加咗葡萄籽油啦，系啦，仲加咗一个系咯配方系啦，有好似有保护膜咁样嘅状态啦。
咁如果你係平時用咧，我會擺一支喺門口啦，即係有時入完屋啊，或者臨出門口都會搽 hand 啦。跟住如果用全啦，你沖完涼啊、抹乾身啦，就全身用啦。咁尤其啦，呢啲手踭位啦，即係嗰啲膝蓋即係咩啊？膝頭哥啦，咁啊用多少少啦。户外活動之後又要用多啲啦。咁咧呢一支咧，咦細支咧，呢一支都係啦。咁啊，多數都係譬如擺喺車啊、擺喺手袋啊咁樣咧，就係搽。手啦，哇，好开心！大家一定要试，一定要试，一定要试啊！咁咧，跟住咧，啊，再有法国小姐仲有新嘢 launch 嘅，就系呢一个碌碌，即系叫凡尔赛白青瓜碌碌紧致眼精华啦。咁佢系 roller ball 嚟嘅，咧9.5 mL，即系差唔多10 mL 啦，都系300蚊咁样，270蚊火 eye serum，98% 天然成分，95% 系法国成分啦。咁佢系啫喱少少嘅，都好好幼滑，系好水嘅，好快吸收，冇油嘅，唔会有油脂粒嘅。同埋呢个roller ball 系金属设计嚟嘅，即系有冰感啦。咁咧，任何人士都啱用噶啦，尤其有黑眼圈同埋浮肿。咁咧，其实佢都有。呢、这個咁嘅白青瓜咧，一嚿好大嘅，唔係咁樣長條形，好大嘅，成個即係成個瓜咁樣嘅。咁啊，來自國王花園啦。佢咧其實有一個，即係有啲維他命 K 啊，有一啲微量元素啊，植礦物質啊，多糖嗰啲咧，個皮下，尤其即係眼下皮下嗰啲血管破裂啊，同埋充血嘅情況咧，所以改善眼部嘅暗哑啦。跟住加咗一個法國嘅大王啦，就係好強嘅抗氧化劑啦，亦都有即係會令到嗰啲透明質酸同埋你嗰啲骨膠原膜容易分解同埋流失啦，亦都可以抑制黑色素嘅，同埋強化微絲血管。即係眼嘅產品咧，成日都要同啲血管有關嘅，因為塞啊或者唔順啊，就會有黑眼圈啦，再塞啊又會有浮腫啦咁樣。跟住咧，佢加咗呢個唔係法國成分啦，係北非嘅雪松樹皮成分啦。咁有多多酚同埋多糖咧，都係即係再改善個血液循環啦，減淡黑眼圈嘅。跟住咧就加咗個卡拉膠。嘅成分是有啲提拉嘅效果，咁你中意亦都可以摆落雪柜啦。咁呢支嘢都好襟用，我都用咗好耐啦，都系用得少少。同埋其实 roller ball 咧，即系感觉你又即系唔使又开盖啊，又整啊，又搽咁样。同埋大家记住搽埋双眼皮嘅位置，即刻会有提拉嘅效果噶。系啊，你要知嗰个 eye cream、eye serum 有冇呢个效果咧，即刻搽喺自己双眼皮。如果你单眼皮冇办法啦，咁你就会即刻知道啊。咁佢亦都加咗个成分，系即刻即时加强个提拉啦。跟住啊，法国小姐仲有，就系咧呢一个叫做枫丹白露幼沙面膜，咁你可以当佢一个磨砂同埋一个保湿面膜咁样二合一啦，哇，正到爆！啫喱，sorry，用咗好多啊，啫喱质地嘅。咁咧就即係咁樣啦，係好鬼柔軟嘅，即係雖然佢係磨砂，但係佢隻砂咧又好特別嘅，係佢係圓碌碌啦，一個好輕柔嘅磨砂啦，同埋陣味咧係好即係輕微嘅甜甜地啊，咩味嚟嘅咧？好難解釋啊！即係咧好多護膚品嘅甜味就來自一個精油，佢係真係來自一個花園咁樣嘅甜味咯。咁啊可以去角質啦，令到皮膚更加柔軟啦，同埋佢亦都可以減低皮膚嘅刺激性嘅。咁咧呢一個又係用國王花園嘅白青瓜啦。咁啊係啦，又係有頭先嗰啲啦，即係多糖啊、微量元素啊各樣啦。咁就加咗都系法国大王，同头先嗰个眼嘅成分有少少相似嘅。咁喺面嗰度用咧，其实都可以加强个plumping 嘅效果，同埋有收毛孔嘅功效，同埋呢个法国大王仲可以有排毒啦、杀菌啦、强化微血管嘅功效噶。咁咧。跟住咧，最緊要就係佢嗰個細沙啦，佢叫枫丹白露。咁係咩係枫丹白露咧？其實係一個地區嚟嘅，離巴黎好似即係幾十公里咁樣啦。咁佢邊咧有啲古城，有個保存得好好嘅城堡。佢話嗰啲沙咧就喺嗰啲城堡附近，即係執嘅，即係唔係執啦，即係咁你要開採啦，你要即係 purify 啦，各樣啦。嘅 background 咯，咁就哇，發覺呢個沙唔知點解係圓形嘅，即係完全360度一個 sphere 咁樣嘅形嘅，咁所以咧就唔會話介到啲皮膚或者敏感肌都會用到嘅。咁咧佢呢個即係 gel mask 啊，gel 嘅磨砂 mask 啦，你就拿一紮。
咁啊，避免搽眼啦，始終磨砂驚啲沙入咗眼嘛。咁咧你就搽，跟住咧就停留2分幾鐘啦。其實我啊中意停耐少少添嘅，因為感覺咧都好保濕噶，同埋佢嗰個白青瓜，即係佢有好多嘅滋養成分，其實你都要俾佢慢慢吸收噶。咁跟住咧2、3分鐘啦，然後咧就慢慢打圈，唔好用水住，乾嘅手咧打圈按摩啦，令到個沙可以軟化皮膚啦。哇，佢本身係220蚊咋，我哋而家做九折啊，198蚊咋，咁鬼大啱嘢啊，75秒啊，有排用，所以我次次都唔慳嘅，我揦一扎噶，係咯。哇，好正呢、這個陣味，你哋真係點樣都要去鋪頭，唔買都聞下咯，係 啦。跟住法國小姐仲有一個啊，唔係呢個係上個月嘅新品啦，咁但係就係一個凡爾賽百里香嘅緊膚精華啦，咁啊都會做九折嘅，呢、這個會配合咗国王花园嘅百里香啦，同埋蜂王浆萃取，同埋透明质酸，同埋 squalane 咁样做到，同埋佢系呢个 oil to water 嘅，你一捽开佢咧就唔系油嘅，变咗水咁样嘅，咁啊非常之快吸收啦，冇黏腻感啦，适合任何人士使用啦，咁功效咧其实都系抗氧化啦、抗光老化、抗老化啦，跟住就其实可以改善皺紋，同埋令到咧皮膚更加平滑嘅，同埋抗菌啦、舒敏啦、深度保濕嘅，係啦，咁啊，即係乜都做到啲啦，所以係，同埋陣味都好香啦，啊，永遠都係噶啦，即係法國小姐呢個品牌，哇，同埋咧，用之前咧都熬一熬佢，係啦，咁你如果油性皮膚咧就晚上用一次，乾性皮膚咧早晚用一次。係啦，快啲可以改善嘅乾嘅問題啦。嗱，真係未必有貨㗎，法國小姐呢個潔面cleansing lotion 啊，係啦，潔面露啦，咁會做九折啦。但係上個月已經差唔多賣晒啊，同埋咧佢又話唔知幾時先翻貨，有陣時佢話哦啲花未得啊，咁即係哎呀死啦咁啊真係。咁咧佢就用咗天竺葵花啦，加咗一個叫塔拉膠啦，一啲藻啦，咁咧真係可以落到一啲防水嘅化妝品同埋污垢啦，同埋咧佢會有個保護膜咁樣嘅狀態啦，就可以即係幫你全日保護翻皮膚啦，可以唔洗嘅，冇油嘅，日夜都可以用，夜晚就攞嚟落妝，日頭就攞嚟就咁潔膚，親膚性非常之高，咁同埋潔膚後係非常之乾爽，同埋超級香，即係唔係話甜到漏嗰只，係清香幽香，好似入咗個花園嗰種香。哦，冇貨唔緊要，我下個月去法國同佢哋攞2樽，係自己用。Sorry，係啦，呢、這個好緊要。這個、呢個咧，我每日起身咧，以前我有時咧都懶枕去用清水洗下面啦，覺得冇乜唔好咁唔好污糟。但係呢個咧，我係每日 look forward to，快啲起身，快啲洗面啦！哇，用佢再用 Snow Fox 嗰個潔膚棉咧，哇，真係一流啊！然後咧，哦，呢、這個咪。跌香哦，呢、這個 toner 其實上個月咧都賣晒咁滯啦。呢、這個就係用匈牙利皇后水嘅古法配方咧，即係糅合埋我哋國王花園嘅迷迭香啦、萃取而做啦，好高活性同埋濃度嘅。你唔好睇佢稀稀地，但係其實你一聞就知㗎啦，即係唔係溝水㗎，係啦。咁啊，好温和咁樣喚醒皮膚啦，3合1嘅一個噴霧可以當係爽膚啦、保濕同埋定妝嘅。咁啊，同埋佢個泵頭咧係好正嘅，即係好霧化嘅水可以出到嚟啦。咁啊，皮膚更加清爽同埋舒適啦。咁係，冇啊，toner 咁樣咯，即係可以即時提亮膚色啦，改善水油平衡啦，毛孔粗大嗰啲問題都可以啦。咁你朝頭早咧用完呢、這個lotion 潔面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噴噶啦。或者來自荷蘭嘅 Neo Folix 咧，一個激活法嘅公司啊，生物科技公司咧就出咗护发素喎，咁咧会做8折。咁其实咧喺 vegan 啊或者 natural 嘅脱发嘅 product 嚟讲咧，我觉得佢啊真系好强噶啦。佢呢一种咧，佢呢一个conditioner 咧有5个嘅植物性防脱发配方，亦都加咗维他命 B3 同埋蓝铜胜肽，有一只叫康坤布啦，有芦荟啦、绿茶啦、红花同埋地鱼啦，就啲抑制嗰个荷尔蒙啊，脱发荷尔蒙叫 DHT 嘅即系生长啦，咁啊延长一啲毛囊嘅生长期，跟住 B3 咧就系攞嚟增加一种叫做多功能嘅蛋白聚糖啦，就會令到個毛囊嘅生長期都係
即係長啲嘅，同埋咧抑制一種叫 DKK1 嘅嘢啦，都係一種會攻擊毛囊嘅自由基啦。咁跟住男同性態咧就可以令到真皮層嗰啲纖維媽媽啦，同埋血管內皮嗰啲生長因子咧增加嘅，改善嗰啲血管嘅形成，令到毛囊啦同埋啲毛幹啦，即係生出嚟嗰啲啦，新生出嚟嗰啲可以變到大啲粗啲啦。跟住有潤化嘅成分啦，就係、是、專利嘅，叫做 Fission Carafage 18，強硬嘅髮絲咧冇咁容易折斷啦，咁就梗係睇落去啲頭髮都會多啲啦，係咪？同埋可以改善係咯頭髮嘅彈性咯，咁啊你同埋可以令到咧你梳頭要用嘅力度減少67%，好搞笑呢、這個 point 係啦，跟住再加咗啲滋潤成分啊，可可巴油啊，即係葡萄籽油啊咁樣啦，即係令到更加容易梳理啦。所以咧，即係乜嘢方面咧，其實佢都針對到噶啦。咁你就用翻 Neopholics 嘅洗髮啦，跟住就用佢嘅護髮素啦，跟住咧就洗完之後咧，又用佢嗰個 lotion 啦，同埋用 lotion 之前記得用埋佢嗰個微針碌碌啊，令到嗰、那個lotion 係更加吸收咯，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已經好足夠。你有 shampoo conditioner，又有個 lotion，又有個眉針。咁咧，今個月咧就會有啲購物優惠，就係、是、話如果你任何嘅購物咧換購咧，就係、是、可以用7折換購 Synergy 嘅 Trigation B，即係嗰個極速鎖塞面膜啦，5ml 嘅。咁跟住仲有可以8折咧，用112蚊換購 Infinity 嘅洛嘉因子逆時針。可以用到3次左右啦，系啦，咁跟住咧可以用75折换 AB York 嘅益生菌嗰个安瓶啊，咁75折就34.5，即系可以试下啦，亦都可以带去旅行啦，咁每呢啲换购咧，其实就系有即系数量有限啦，跟住最后一样咧就可以用75折就换购海洋。嗰、这個 Feline 面膜就成盒啦，唔係換一片啦，換晒成盒啦，咁就平成200幾蚊嘅。OK，好，咁跟住咧，本月嘅優惠就係 Synergy 維他命 B3 7% 啦，咁10ml 同埋30ml 都會做折啦。咁7% 主要都係 for 即係加咗啲抗痘成分，同埋再減少油脂分泌嘅成分咧，都係比較適合一啲。即係啱啱生痘痘啊，teenager 啊，有啲荷爾蒙變化嘅皮膚啦，或者 laser 之後都可以啦。咁跟住 Synergy 嘅維他命 B 13% 都會做折嘅。咁呢一個就真係多啲維 B 啦，個功效會快啲強啲啦，再加咗維他命 B5 啦，就係、是、加強保濕嘅。所以呢一個係13% 就係 for 保濕鎖水去黃咧，係比較target 嘅。咁亦都係任何膚質啦，激光治療後亦都可以用啦。咁佢同埋佢個去油嘅效果都係好好咯，係啦，可以減少痘痘嘅數量同埋減少油脂分泌嘅。咁咧，如果你係同時買維他命 B 13% 精華啦，30ml 啦，再加頭先嗰個 crush 啦，即係防曬購物粉底啦，就會享有85折噶啦。咁其實呢兩個組合都係好好，因為一個係防曬，一個係 B3 係皮膚都需要噶啦，係啦。咁咧同埋以下嘅。Synergy 嘅產品咧係有9折嘅，咁就有 XLB 啦，都係有10ml 同埋30ml 裝。咁 XLB 又更加強啦，就係21% 嘅維 B，再加咗一個好強嘅抗氧化酵素叫 SOD。咁所以咧，XLB 就係 target 一啲即係想再抗埋抗皺係啦，抗老化嘅人士啦。咁如果你係本身用開維他命 B3 13% 啦，咁你可以用完1至2支之後咧，就可以轉 upgrade 咧，就轉做 XL。B 噶啦，咁佢个中和自由基啊，美白啊，所有效果都会更加好，因为咧佢始终系个 percentage 比较高啦，你13% upgrade 去21%，其实系差咗好远噶，系啦，咁同埋嗰个 SOD 亦都系一个好珍贵、好劲嘅抗氧化嘅成分啦，可以改善皱纹啦，咁样，跟住咧，Synergy 嘅 Lucidum 冇果酸嘅温和焕肤精华啦，咁都会做9折啦，咁佢系。其實市面上真係呢類產品唔多，俾一啲就真係靠呢個叫做 Dermal Rx 嘅酵母嘅發酵嘅，一個提取物啦，咁就可以即係好温和咁樣咧，就係撫平你啲角質。
即係去咗角質，係啦，咁啊好水嘅配方，其實你可以咧洗完面啊，咁跟住就用咗佢，跟住先搽其他精華啦。咁比較敏感幼嫩啦，呢手後亦都可以用嘅。咁一個月就會見到效果啦，會更加平滑啦，粗糙度減少啦，亮度提升啦。啲眼突可以搽埋眼㗎，如果你有油脂粒咧，搽埋佢可以去埋油脂粒㗎，咁樣係咯。咁你亦都可以配合微針用啦。如果你用開嗰個益生菌益生元基底液咧，你就用咗一段马蹄先，跟住就嗰啲维他命 A、B、C 啊，咁样咯，系啦。Hydrogel。明質酸信佳注水精華都會做糾結嘅，咁佢有好優質嘅透明質酸啦，做保濕啦，即係如果你搽維 B 都覺得哎呀皮膚好似未飲飽水啊，維 B 啊吸得好鬼快嘅，咁你就要再加 Hydrogel 啦。咁啊，同埋佢亦都可以收毛孔啦，所以好適合油性啦同埋痘痘嘅皮膚啦，眼周都可以用啦，激光療程後都可以用嘅，係啦，亦都可以係啦，佢可以減少油脂分泌42%㗎，係啊，個 Hydrogel 啊。係啊，所以好好，即係保濕但又減油。跟住 Synergy 嘅 Blam X 特效暗瘡精華係好好嘅，即係佢有酸啦，佢可以殺埋暗瘡細菌啦，改善毛孔堵塞啦，跟住減紅腫啦，同埋避免有灰色嘅痘痘印出現。咁係咯，即係有好多嘅功效嘅、那個 Blam X，因為佢本身都有兩種酸啦，就變咗可以再軟化埋啲角質啦，係咯。咁樣物理防曬面霜，咁會做九折㗎，好啊！嗱，今年真係做好多折，我真係最後機會啊，俾大家今次買埋啦。咁佢係一個面霜嚟嘅，唔係淨係防曬嘅，亦都可以愛嚟做嘅化妝嘅打底啦。咁佢係一個油包，唔係水包油，因為星 oxide 係喺油係油溶性㗎嘛，佢有水包油嘅配方咧，好輕滑嘅，係啦，絲滑唔泛白，亦都唔厚嘅，係啦，咁好緊要。其實3歲以上嘅 BB 咧已經可以用㗎啦，咁任何膚質啦，包括敏感肌、痘痘肌啦，同埋激光療程之後更加要用啦，因為一定要搽防曬啊嘛。咁咧，佢21% 嘅zinc oxide 做 active ingredient 啦，阻擋 UVA、UVB 啦，咁再加咗好多抗氧化劑啦，就係、是。即係 for 個面霜嗰一 part 啦，係啦，亦都唔使話卸妝啊咁樣，你用翻 Synergy 嘅 cleanser 咧就已經可以噶啦。咁咧搽就即係按啦，唔好喺度捽啦，因為其實物理防曬咧就係佢會 stay 喺你皮膚啦，就令到紫外光入唔到嚟，你捽捽捽捽走咗就冇鬼咗噶啦。咁如果係晒得多同埋大汗咧，亦都可以補啦。Dermacam Lotion 特效退紅乳液。就係適合咧一啲真係好敏感啦、容易紅啦、激光療程啊之後都係有不適嘅人士嘅。咁佢咧其實有一種嘅舒緩熱同埋刺痛嘅專利成分有兩種，係啦，咁就。所以係叫 Dermacam，即係真係阻止佢泛紅，一個 anti redness 嘅 treatment 嚟嘅。佢亦都加咗個phycosaccharide 啦，其實就可以修復翻表皮係已經創傷咗嘅細胞，係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乳液嚟嘅。不過就唔係話每一個人都啱用，都係有少少泛紅啊或者敏感嘅皮膚咧就最啱用噶啦。跟住 Synergy 嘅 Tritation B3 極速鎖濕面膜都會做九折啦，好快嘅保濕面膜嚟，5分鐘。會有極大嘅改善，除咗 B3 之外，11% B3 啊，再有7種嘅精華級嘅保濕成分，係啦，咁咧就佢一個面膜啦，就等你慢慢咁吸收，吸完之後咧用水洗咗佢就得噶啦，換季啦、敏感啦、係啦、laser 啦、什麼啊都可以啦，同埋咧佢亦都可以係有少少美白嘅，佢會阻截啲黑色素咧浮上面啦，亦都可以令到刺激嘅骨膠原增生啦咁樣，咁啊水分流失呢啲係固然啦，咁紋因為有啲乾紋啊嗰啲都。会有好大改善啦，咁你可以搽埋颈啦，系啦，咁即系唔系一定敷5分钟，你可以敷耐过5分钟嘅，亦都可以摆入雪柜啦。咁如果摆入雪柜，退红效果更加好啦。嘅 lip service 系用医学级嘅护理双唇嘅，系啦，咁会有九折啦。咁系冇啊，其实你个唇一搞唔掂咧，好大问题咧，裂嘅时候咧。真係喺 Meeting Mask 裏邊咧，就係用呢一個噶啦，因為佢係醫學級啊嘛，佢唔係話淨係滋潤啊嘛，係咯。咁佢用醫學級嘅羊毛脂，8個鐘頭嘅滋潤，係啦。佢仲有肽噶，佢有一個專利三肽嘅複合物咧，亦都可以令到你呢度咧骨膠原咧係生多啲，個紋理亦都會減少噶。咁你都可以夜晚當係一個唇膜咁樣用咯。
好，跟住 Synergy 嘅 Oobixing Body 啦，身體防曬霜都會做夠折啦，精 Oxide 去咗25% 噶，跟住再加咗啲茄紅素啊、專利茄紅素啊嗰啲，就加強抗氧化啦，冇咁容易被曬傷啦。咁都係3歲以上嘅 BB 已經可以搽噶啦，薄薄一層咧已經有防曬嘅保護噶啦。如果有需要就梗係要補啦，如果游完水啊咁樣曬完一大扎，梗係要補啦。跟住 Infinity 嘅 Skin Care 系列咧就會做任揀單件九折，每兩件8.5折嘅。咁 Skin Care。得3樣啫，就係佢個 NAD 面膜啦，佢嘅逆時針啦，同埋抗糖面霜啦。咁啊，我哋建議大家咧就有一個即係叫28天嘅配方。咁你可以點樣呢？就係買2盒嘅 NAD 面膜，即係總共10片啦。跟住買2盒洛佳因子逆時針，總共10支。跟住再买1盎嘅抗糖面霜，系啦。咁如果你系跟呢一个 bundle 咧，就会有83折嘅添。咁我哋迟啲就会教大家攞你嗰28日咧，究竟系点样即系 repeat 咧，就会做到最好嘅效果咁样啦。同埋咧，你八三折之后咧，其实2366蚊嘅啫。你买呢个 bundle 咧，我哋会再送多一片嘅 NAD mask 俾你噶。咁其实价值都120蚊啦，变相差唔多8折噶啦。咁同埋呢一套嘢咧系数量有限嘅，系啦，如果你係深愛 Infinity 咧，呢一個洛佳因子嘅護膚嘅呢個 concept 啦，咁你就要買呢一個 set 咯，係咯。咁面膜裏邊咧就有啲半乳桿菌嘅發酵類液啦，即係好似都係一啲 probiotics 啦。跟住佢用香蕉纖維咧嚟做嘅紙咧，所以好鬼貼、好鬼正、好鬼滑嘅。咁即係除咗令到你皮膚有源源不絕嘅，即係個工廠咧可以運作之外咧，亦都會有好多嘅效果，水分啊、彈性啊、緊致啊咁樣啦。佢用一隻準專利嘅透明質酸，唔係淨係做保濕嘅，係可以令到你咧真皮層同埋表皮層之間咧嗰啲好似即係膠水啦咁嘅，即係膠界嘅裏邊嘅物質咧係更加實啊。係啊，所以亦都會有好強嘅緊致同埋提拉效果啦。1個鐘已經可以減到魚尾紋啦，6個鐘已經可以減到一啲比較深嘅皺紋噶啦。跟住再改善水溶度啊、彈性啊、法令紋啊，係啊，都有關係嘅。係啦，咁其實就佢係針筒嘅型，但係其實佢梗係唔係一個針啦，佢都係一個精華啦。但係佢嘅效果咧，真係似打咗針咁樣，即係面膜咧就似一個水光針，哇！呢度靚晒嘅，而嗰個逆時針咧就反而係似一個即係拉皮咁樣嘅效果咯，係啦。咁一支咧就可以用3次啊，你自己嘅1/3、1/3咁樣啦。咁啊，遲啲再教大家咧，即係點樣28日咁樣用。咁跟住抗糖面霜啦，都係又有洛佳因子啦，又有一個好勁嘅鐵組糖膠啦、紫檀奇啦，抗糖咧就唔係淨係黃嘅，即係。糖會令到你皮膚變黃，但係亦都會令到皮膚變老。咁呢一個面霜咧，可以4日內咧抗糖性，即係增加個抗糖化係高達44% 嘅，咁啊好犀利㗎啦。其實哇4日喎，跟住咧個 cream 仲可以改善即係一啲泛紅啊或者不適嘅症狀啦，或者係過敏啊咁樣，咁亦都可以改善缺水啊嗰啲啦、皺紋啦，28日咧皺紋減少87% 嘅，咁啊好正啊，係好。跟住 Snow Fox 咧嘅清酒益生菌面膜啦，就會做單件9折啦，3件8.5折啦。如果你買3件咧，再會送一個 Rescue Mask。北極微風初夏急救面膜嘅，再會送一張嘅電子優惠券啦，30蚊啦，俾你遲啲用啦，咁樣。好，咁啊，清酒發酵技術都講咗好多啦，3種益生菌啊、益生元啊，又有海藻啊，咁樣就係可以長期改善一啲過敏或者皮膚容易有問題嘅，係啦，膚質啦，咁樣。跟住海洋納米5秒飛面嘅面膜。就会做9折嘅，系啦，用纳米硅胶原嘅技术啦，可以提升晒呢度啦，其实法令纹都会有改善啦，呢度啦，同埋呢度咧可以收翻瘦啲啦，系啦，V 面嘛，咁跟住咧就康虫草菌丝体雪花定就会做单件8.5折，哇，已经好抵咯，3件就8折添，咁如果你买6件咧，就会再送多一个10粒装嘅，咁啊多买多送，但系数量有限啊，咁我哋呢个就同 DNA 系同野生一样啦，系日本制造啦，咁主要都系改善整体嘅免疫力啦，同埋上呼吸道嘅问题啦，亦都食咗之后会精神啲啦，瞓得好啲啦，咁样，咁朝头早空腹食量 OK 嘅。
咁跟住 Pom 嘅睡眠滅脂丸，哇！大家都好中意，我都好中意，冇咗佢直头想死嗰只啦，系啦，因为惊瞓觉消唔到脂嘛。咁咧就会做每2件8%嘅。咁佢有一啲 GABA 嗰啲成分，会令到你瞓好啲啦，亦都会令到你喺瞓嘅时候咧系消脂消得更多。咁啊，如果你三高人士啊，你平时咧就夜晚。跟住三高人士咧，可以每日2次，午餐后就食1粒，夜晚咧平时咁样就食2粒咯。总之午餐加多1粒咯，总之每日最多3粒。跟住 Graydon 嗰个蓝色螺旋藻洁面泡泡咧，都会做9折啦。然后咧，佢个孔雀石嘅矿物舒缓嗰个喷雾啦，都会做9折嘅，系啦。咁啊，嗰個都好好用嘅，其實 AB 一個都係螺旋藻咧，一個潔面乳啦，就係、是、一個 cream cleanser 嚟嘅，又係好鬼好用，就會做8%嘅。咁佢用完之後咧，其實即係佢好多嘅活性成分啦，其實會令到皮膚好有彈性，咁啊乾性皮膚就更加適合用啦。跟住 Botani 就有個2合1嘅磨砂面膜，就可以去埋角質啦。跟住 Botani 就再有。瑰丽保湿面膜，你可以用完头先嗰2合1咧，就敷呢个玫瑰啦，玫瑰嘅一个 cream mask 嚟嘅，咁啊可以适合疲倦肌啦、缺水啦、成熟啲嘅皮肤，同埋中意用 cream mask 嘅人啦，1个星期3次咁样啦。咁 Effluvia 咧就有个亮白抗氧爽肤水啦，就佢好多酶啊、柠檬汁啊、有啲酸啊、维他命 C 啊、珍珠粉啦，就系做均匀肤色啦，同埋去咗一啲色斑同埋疤痕嘅。跟住 Effluvia 有个高效嘅保湿精华，就系、是、一个好低分子，即系搽完咧，好似完全冇感觉，好低分子即刻吸收晒嘅一个嘅透明质酸啦。咁咧，仲有 Loewe 嘅水淼淼，咁都系用低分子嘅透明质酸，但系再加强咗一个控油嘅效果嘅，咁就会做9折，一个好平，9折只有百二蚊嘅啫。跟住 Loewe 嘅燕麦飘香系一个即系敏感人士用嘅，用燕麦做嘅磨砂啦，系啦，咁就冇砂粒嘅，只系得嗰啲燕麦嘅粒子嘅啫。咁跟住 Effluvia 亦都有一个去角质面膜，系啦，咁就系、是，咯，一个可以去走你啲角质啦，亦都可以淡化一啲瑕疵嘅面膜啦，都会做9折啦。跟住 Platinum 白金 CO2 面膜系二氧化碳面膜，就会做3片装就会8折，5片装都系8折嘅。化妆品方面咧就有 Skinpressive 啦，即系Synergy 嗰个粉饼啦，抗蓝光啦，咁会做9折啦。咁佢亦都有防晒成分啦，有锌啦，可以防蓝光啦，同埋好快可以上到个好靓嘅妆嘅。跟住个 Kabuki Brush 啦，连埋有个袋嘅都会做9折啦。咁就系 for 其实主要都系 for 上个矿物粉底咯。咁你爱嚟用粉饼都得嘅。跟住 Mineral Synergy Mineral 佢嗰个雅致。唇霜系啦，有两只颜色都会做8、9折嘅，blush 即系胭脂啦、腮红都会做折啦，系啦，咁会做9折嘅，咁佢都系天然配方啦，同埋佢唔会令到你皮肤变干啦，反而有保湿效果啦，同埋佢嘅阴影粉啦，都有2只颜色嘅，一只系闪闪地，一只唔闪嘅，都会做9折啦。咁都係全天然啊，有保濕成分㗎啦。跟住佢仲有個化妝水嘅清潔劑，係啦，都係 Synergy 嘅 Brush Cleaner 就會做9折嘅。咁用植物性酒精啦，係啦，你可以噴喺張紙度咁掃掃掃啦，就會乾淨㗎啦。咁跟住 Eerie 就會有佢嘅水蜜桃燕麥粉底液，咁佢就係好薄㗎，即係個遮瑕度唔係好高，但係都可以均勻膚色。數多功能嘅化妝水就可以用濕用乾用都 OK 嘅，都會做九折啦。Kiri 仲有一個潔膚水就會做9折嘅，佢都係微包分子啦，可以融化啲彩妝啦，又加咗銀杏啊、蘆薈啊呢啲啦，係啦，咁啊亦都可以即係令到皮膚冇咁容易泛紅啦，跟住 PH 超人嘅益生元纖維粉係啦，就會做8%嘅。咁啊，係食唔夠纖維咧，啲大啊嗰啲就唔順噶啦，係啦，唔柔軟噶啦，亦都可以即係加強嗰益生菌群嘅繁殖啦。跟住就 PH 超人嘅混合益生菌啦，60粒會做8%嘅。嗱，我同大家講 PH 超人咧，有陣時啲 supply 都唔係好穩定，你哋食開咧就唔該買多少少啦。咁我都係食開，我覺得都係好好啦。咁同埋佢係。即係一個壓粉狀啦，我覺得吸收係特別好嘅。咁跟住 Graydon 咧就仲有潤膚露，係一個好薄嘅潤膚露，都會做9折嘅，都好適合夏天用啦。係啦，佢比較水啦，同埋一啲黏膩感都冇啦，但係滋潤感係足夠嘅。跟住仲有一個叫做葡萄柚嘅潔膚露。
係啦，咁其實可以沖涼、洗頭、洗面、all in one 嘅，係啦，我而家都有用嘅。咁啊，加拿大出品啦，咁會做9折啦，都好好用啊！呢、這個 Avation 嘅精華油60ml 咧都會做9折，咁佢係用個深海2折齊油啦，就好適合頭髮嘅油嚟嘅，就保持光澤啦咁樣。Finest Vegan 維他命 A、B、C 白茶抗氧化一個日霜啦，都會做9折嘅。咁佢係即係比較清爽啊，可以提升肌膚嘅彈性同埋亮澤度嘅，跟住 Botani 有個清潔嘅結體簡啦，清潔結體簡就會做9折啦。咁就係都用咗澳洲嘅檸檬味嘅茶樹油啦，加強一個抗菌效果嘅。係跟住 Hydis 嘅細胞再生精首部嗰個精華咧，係啦，咁係精華質地嚟嘅，真係唔係 hand cream 嚟嘅。咁係有一啲嘅特別嘅蚕絲蛋白啦，可以做到好滑嘅效果啦，減少手嘅細紋啦。跟住有全線折扣就係 Intelligent Nutrients IN New Folics Le Petit Prince 单件9折，每两件8.5折。IN 就來自美國啦，即係主要都係我哋賣佢嘅頭髮產品啦。咁佢有幾個系列嘅 Pure Plenty 就係 for 脫髮啦，佢有一個 Inspiriments 就係涼涼地嗰個啦，仲有一個Fortify Hair 係啦，就係增加頭髮嗰個強韌度啦咁樣。咁咧，跟住 New Fox 就係頭先講過啦，就係荷蘭嘅公司啦，專係研發脱髮同埋用 natural 嘅產品，就唔用一啲係啦，就用 natural 嘅 technology 啦，用 plant base 嘅產品啦，咁樣濃度非常之高嘅。跟住就係 Little Prince 啦，就係來自法國嘅天然有機嬰兒嘅護膚嘅系列嚟嘅，咁佢主要都係用有機金盏花啦、有機甜杏油啦，咁啊完全冇對 BB 有害嘅成分，佢有 Cosmo Organic 嘅認證，一個非常之難攞嘅認證嚟嘅。咁佢仲有啲蚊拍水啊，有 BB 洗頭水啊，亦都有洗衣液啦嘅嘢幫 BB 洗衫，佢最後就呢度痕嗰度痕噶啦。咁大家可以咧趁呢個時候配埋啦。好啦，9月優惠就講到呢度啦。咁啊嗱。話定又提多次，大家法國小姐呢個品牌咧嘅產品係好容易受到 supply chain 或者一啲花嘅收成嘅影響。如果你想試咧，就 at least 買一樽。你想去鋪頭試完 test 睇下你中意咧，譬如呢一個咧，唔該買多少少啦。呢啲咧真係唔好淨係買一支。你中意嘅質地，試完覺得好咧，即刻就買多幾支咯。係啦，即係好似上個月咁，個 cleansing lotion 都會賣晒，個 tonic 都會賣晒。今個月未必翻到貨，可能佢話要2、3個月後先翻到貨㗎。好啦，同埋呢個波波咧真係好好用啊！大家真係要試 Snow Fox 嗰個 EGF。亦都係我哋咪咪媽裏邊比較少嘅 EGF 產品，即係有陣時 Synergy 可能有一樣半樣產品就會有呢個寡肽嘅成分，但係唔係主打嘅成分咯，亦都唔係一個即係真空包裝啊、冷凍 freeze dry 啊咁樣嘅形態咯。係啦，好啦，咁啊係啦，得閒 live 見啦。我9月咧就會去啊去，就會離開温哥華㗎啦，我就會去美國啦，我會去LA 啦，跟住就再去 Vegas。系啦，咁到时都会开好多 live 咧，同大家倾偈啦。系啦，又会有特别嘉宾啦，同大家倾偈啦。咁啊，到时大家期待下啦。OK，thank you，拜拜。